我的人生第一次踩踏旅行，第一次在黄湖步道骑脚踏车，这里有好漂亮的大鱼，还有好好吃的海鲜面。第一次跟大风车在森林里面骑脚踏车，第一次看到用盐巴做的山野，看到相船的房子耶，第一次观察到黑面琵鹭耶，这里有小火车，还有最长的自行车吊桥耶。采样人家，好漂亮，好好玩。